姐，你让你试你就试试呗。那行，那我就试试。老王，你把那个你的那皮衣服也拿出来试试，我看看那个你穿一身皮是什么样子。什么叫我穿一身皮什么样子？我说亲戚，你这人真是的。 你别老拿我们农村人觉得我们啥都不懂，你啥意思？什么叫穿一身皮啥意思呢？那你没有一身皮吗？你老是挑衅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啥意思？这是你儿媳妇的一片孝心。你知道他们俩为了买这个衣服，整个南京路的都变了。你说腿都快走的累死掉了吧？哎，没事，这什么？你看这皮衣嘛，现在天热，对不对？那个本来买给他们让他们回东北穿的，不就？ 就直接回去穿就完了。对对对，这是因为要回东北嘛，所以你现在要试，万一试的不合适呢？你们马上拿去换。关键是它合适，不用换。没事，它不合适，到时候它就寄给我。它合适还寄给你干什么？那你们干嘛？特别合适。那老王干什么了？我说的是试试怎么了？不能试啊？我错了吗？不是，那我错了吗？ 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合适，不用退，不用换，不用寄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我没跟你急吧？为什么说？我就是说了一声，不是，我觉得你太有意思了。你说你放在哪儿？你要是我们就得试呢。他有意思，就因为是你姑娘给买的，就你要是我们就得试吗？我去拿，我去不是又能怎么的？那我怎么了又？哎呀，是你爸爸真是，不是亲家母，我给你洗裤子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你各自找，王东你去拿。这太怪了，你说好好的衣服在这放着，刚叠好。 这不这两天非让我们来试，为什么了？不是他那么多，哎我不是又开始了？哎，为什么？亲家母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把那皮衣卖了，卖了？为什么呀？不是妈妈，不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没妈妈，你哪里别拽我呀你？妈妈，你过来，妈妈来，为什么呀？说妈。 谁让你搞的说卖了？你就不是就完了呗？那我不为啥你非得搞的说卖了呢？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，哎呀，我的天！不，你说什么？不，你再说一遍，他卖了多少钱？卖了多少钱？妈，那个，这是我……不是，怎么可以？妈，不是，妈，求你了，这事儿咱过去行不行？咱千万别再找他了，行吗？我求你了。不是你，哎，你妈妈是怎么回事？ 怎么回事，亲妈？他是老年痴呆症，还是脑子真的是糊涂啊？妈，他糊涂，他糊涂，他真糊涂啊！他从小地方来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妈。这事儿您千万别再找他了啊！如果他知道几万块钱的东西，完了之后让他那么便宜给卖了，我跟你说，他肯定嘎嘣他就得昏过去呀！他就不是，那你妈妈为什么他就？哎，他为什么几百块钱东西跟上万块的东西，他为什么就分不清楚呢？为什么呢？不是妈，是这样，你看我刚才不都说了吗？对吧？ 他从小地方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是不是？妈，这样，咱这个事儿，咱就这样打住了啊！咱平静优雅的给他处理好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我平静，我优雅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平静，我优雅。这件事情，我可以从此以后不闻不问啊，就当没有发生过。但是王东，哎。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妈，您别说一件了，是吧？十件、一百件我都答应你啊！你今天你看见了吧？你爸爸是属于那种蛮不讲理、胡搅蛮缠的人。你看他明明自己错了，他为什么就不承认呢？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样子。对对对，王东，你啊。 是有知识、有文化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跟你爸爸是完全不一样的人。我的意思你明白吗？你从此以后，你得帮我说话。这肯定的呀，妈，我不向着您，我向着谁，对不对？但是妈，这个……不，什么叫但是啊？你态度有点犹豫是吧？有点不够坚决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 是这样，对吧？你看这个上帝他都有犯错的时候，这更何？不，我犯过错吗？我有错过吗？我错过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妈，我话没说完呢。我说上帝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您没犯过，因为您是上帝的母亲，您是圣母玛利亚，您在那儿呢。反正我要你明确的表个态。啊。
在我跟你爸爸之间，在正义跟邪恶之间，你要选择一方。我的立场很坚定，我选择正义。您就代表正义啊，妈！您看您这样，那绝对是正义的化身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爸，绝对是邪恶，对不对？妈，我选择你。那还差不多，一个女婿半个儿。那都是老话，在您这边，一个女婿，一个儿。妈。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？哎，谢谢妈妈。出去。哎。哎，换上了。哎，挺好看的啊！王总，你看看你妈妈穿这颜色是不是特别好看啊？好看，好看。我觉得微微啊，还是挺有眼光的。哎，你说买的真的是得体大方啊。那个，老王。嗯。那村花又回来了，那绝对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说那皮衣服卖得多可惜啊，不然你穿上了。哎呀，亲家母，那个皮衣啊，我们真的穿不出去。不过我还卖了1000块钱呢。啊，真的啊？我卖了1000啊。啊，哎呦，还赚了200啊。那个。医院里面给我来电话，我得回医院去了。那个，那我走了。哦，真走啊？哎，我来。秦家母，没事来啊。哎，好的。你真的很有才，赚了200块钱，真行啊。老王，我走了啊。再见。哎呦，秦家母，你慢点啊。慢点。再见啊。哎呀妈呀！憋死我了！站那儿！干啥呀？妈妈，我来啊！妈妈，我来！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哎呀！不是爸，你这干啥呀？你这是？看你那副嘴脸！哎呀，爸，你跟你亲妈都没这样过。不是，你误会我了，爸。你知道我给他教训干嘛去了吗？我那严重的批评教育他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吹牛能死啊？吹什么牛啊？刚才我把丈母娘叫进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不是说，我说为什么要这样，干嘛非得这样？其实我丈母娘其实人家挺通情达理的，人家进门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刚才跟你爸那个态度脾气是不是不好？你一会儿出来跟你爸说一声。你说人家其实刀子嘴豆腐心嘛，你说。你看你们刚才在这针锋相对的干嘛呀？这是都是一家人，至于吗？爸，你看他刚才出来跟进去两个态度，所以说你有时候你多体谅体谅人家，是不是？那再说了，你是我爸，他是我丈母娘，谁亲呢？那还用问吗？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亲爹，你当然得跟我亲呢。这不就完了吗？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。你看你在这发那火，啊，别生气了啊，爸，好好说话。啊，爹，别生气了，爹，行吗？哎呀，行了，爹，干嘛呀你俩？哎，看看我儿子，你到底说，妈穿上好看不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吧。到底好看不好看？你给谈啥呀？好看了啊！你看你妈妈啊，穿上这件破垃圾啊，尤其是这小腰一掐，太好了。你别看他丈母娘有腰，你穿上这种紧身衣服，这小腰也出来了，虽然粗了点，他也叫腰啊，是不是？好看。哎呀妈呀，把我都快憋死了，不行，我得换衣服去。不行，我得换。好看。说实话吗？兔崽子。还生气吗？玩去吧。来，小组喝口水来。今天爷爷给我们讲冰榔。
么叫只有两家？就是还行吧。还行是啥意思？还行就是比行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。什么叫差那么一点点？差那么一点点，就是因为爷爷总是管我。儿子，我告诉你啊，爷爷管你都是为了你好，是为了让你茁壮成长，所以你得听爷爷话。好，我尽量听。什么叫尽量啊？你必须得听。好，我必须听。怎么样？最近跟默默玩的好不好啊？蛮好的，但是默默跑得慢，力气又小，还不爱说话，大家都不愿意跟他玩。儿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呢比默默大，你就是默默的哥哥，所以说以后你得照顾好默默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默默是身体不好，他说他得了一个什么病。什么病啊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会调查出来的，到时候再告诉你。咱俩说好，到时候你调查出来，你一定得告诉我。好好好。拉钩。拉钩。能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军训，就想培养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一个人要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。你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这是干什么啊？这像个家吗？这跟猪圈有什么区别？你看整的劈了片了的，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你说得跟你们学什么啊？对，我跟你们学什么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？对。我们这也是没时间，对，我们这两天太忙了。忙什么？找借口。对，这不找借口吗？哎，你们平时早上不都穿的帅帅气气、漂漂亮亮的吗？对呀。你看这个房间，这像什么？你说谁知道你的家是这个样子？你说偶尔才这样。这是偶尔吗？对，这是偶尔。
是，你们就不能辛苦一下，把房间打扫一下吗？对呀，就不能打扫一下吗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们收拾不完了吗？快点！我们一会儿了，你们先走吧，先走。不要把自己搞得很干净。一出门我一看，哎呦，这小伙帅，这姑娘漂亮，对，你这家里就搞成这个样子，啊，这不驴粪蛋子表面光吗？嗯，是不是？是。是什么？驴粪蛋子表面光。听听，孩子都懂这个道理。一个大猪圈。收，马上收。这你说的哈？我说的。大孙子，啊，爷爷跟你讲，以后爸爸妈妈怎么做你怎么做，他们把这房间收拾干净，你要把你的床也收拾干净。如果他们早上不叠被，你也不叠被；如果早上起来他们不洗脸不刷牙，你也不洗脸也不刷牙，记住没有 ？Yes sir， 我记住了。等着，什么呀？你说是不是疯了？还是弄这一出？人，今天晚上收拾不好就不许睡觉。把门关，把门关。收。随着我家爷爷，爷爷，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我收拾干净。不是，我跟这收拾呢，你干？你闲着干什么呀你？哎，你们别忘了啊，客厅里还坐着他爷爷呢。是啊，就在门口待着，正收拾呢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对啊，没事吧？收拾不好不许扔！爷爷，爷爷！你走路，我怎么办呢？不是，我就来求求你，你别我。妈，哎，那个，我跟你说一声，我晚上啊得去陪我爸了，陪床就不回来了，今天晚上啊。哎，给你爸送点饭吗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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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不用。既然都看出来，以后你每天早上能不能别敲锣打鼓的？我求你了！敲不敲锣打鼓，吹不吹哨子，取决你儿子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还有这事儿，这事儿如果让我老丈母娘知道，她绝对她就我。你别跟我提你老丈母娘，你一提她我就心痛。别提她了。这样，让你儿子明天早上准时起床，我就不敲锣打鼓了，我也不吹哨子。就是他呗。那不是他就是谁？来，别玩了，站好，起来，起来。干嘛呀？王家乐，我警告你啊，那个，如果以后每天早上爷爷叫你不起床的话，我就揍你。我跟你说，你敢揍我，我就报警，告你家庭暴力。妈。警察叔叔，老爸明天早上要打我。你就疯了你啊！啊！我已经打出去了。熊孩子，我已经打出去了，打完了。线呢？骗你的，我故意把线拔了，逗你玩的。糊弄我玩呢？对。吃不吃苹果？不吃。吃点也行。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？不吃。耶！哎呀，晚上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陪护啊，我陪我爸说说话。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我闺女有这份心就行了啊。你明天还上班呢，早点回去吧。我恢复的挺好的，要不是你妈拦着，我明天就准备出院了。没事。是不是跟王总吵架了？还背了个包啊？没有，有您在这呢，借他一百个胆儿他都不敢。那是以前，啊，现在他爸爸妈妈来了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，就怕他爸爸妈妈在他耳边啊吹吹风啊点点火的。妈，
您就是疑心太重。不是我疑心太重，是王有才太可疑。哎呀妈，我跟王东真的挺好的，我们没有吵架，我真的就是过来陪我爸聊聊天的。我才不信，你是我女儿啊，我对你特了解。其实我就是出来政治避难一下。避难？嗯。在家里犯错误了？没有，就是家乐的爷爷在家搞军训，然后就牵扯到我跟王东身上了，然后也要对我们两个军事化管理。妈，我太惨了。所以就当了逃兵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哪儿的话呀，我这不是还得来医院看您吗？不是，你不睡觉在这坐着干啥呀？我跟你唠唠嗑吧。那个，哎爸，知道是我丈母娘六年前给您气走了，您这心里现在还没缓过来那气儿。不，你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你爹君子之腹吗？我是男人吗？啊，你不想想你爹是谁？干了20多年的村长，老革命了。你说咱们村里头这7000来号人吧，啊，男女老少加在一起，什么样的人没有？什么各色的人没有？啊，他一见着我，就是见着领导了，都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的。模范村长。对，有时候你看，我也就纳着闷儿呢啊。你说咱们村里头10来号人，你都能把这关系整得特别的和谐啊。你说你怎么跟我老丈母娘，你们俩这关系就……啊？我不是跟你丈母娘整不到一起去，我是为了争一口气，你懂吗？那不还是为了你吗？这是哪儿？大上海呀、啊！你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啊，你对上海你有多少了解？两眼一抹黑，啊，人生地不熟。爹不是怕你受气吗？啊，你知道你跟薇薇结婚这叫什么吗？说得好听一点，这叫入赘儿。那在咱们农村的老话里讲，你这叫倒插门啊！本来是咱们老王家娶媳妇好，这下一下子变成了老陈家娶儿子了。我一猜你就得说这话，爸，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，都翻篇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什么时代，没有什么入赘倒插门了。我跟薇薇，我们俩那是真心相爱，是不是？那谁住谁家，都一样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他怎么能一样？我养活的是儿子。好，本来是这媳妇应该上我家去，好，不管媳妇没了，儿子都没了，他怎么能一样呢？孩子。他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把你培养成一个大学生，啊，是想让你光宗耀祖。那我在村里头跟你妈在那街上一走，这脊梁骨后边都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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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啊！你知道为什么？大学生啊，名牌大学呀、啊。现在可好，家都回不去了，啊？那你说我这心情能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跟这个薇薇结婚以后，孩子过满月，我跟你妈过来了吧？啊，下了火车了，直接把我们接饭店去了。你看看你丈母娘在桌上说那些话，你记不记得？反正我这都记得。这个，这次呢，两个孩子结婚住在我们家里头，彩礼我们也不要，啊，我们有现成的房子。关于孩子这个。是姓陈的还是姓王啊？这都不重要，姓什么都可以，凭什么呀？啊？那自古以来，那孩子不就是跟爸爸姓吗？为什么姓王就不行呢？那当时我在桌子上，我要不是拍案而起，我嚎了一嗓子，这结果比现在还可怕呀，是不是？啊？行吧，你说这些，其实我心里都明白。我不是生气，你搞得我上次来我连我，我连这门都没进来呀、啊！我不从饭店直接我又回去了吗？我，闺女，
根结底还是你儿子做的不够好，别往心里去。我不是往心里去，人家是知识分子，人家做事还是有个分寸的。当时呢也没把面子撕破了，你说要是撕破了，今天我也不能坐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这就说明什么呢？别看咱是农村人，别看咱穷，怎么还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吗？爸，你看是这样，反正你儿子我是这么觉得的。你看这回老丈母娘他们给你请过来是吧？我觉得就是他们就已经把那个就已经翻篇了，反正那你呢就能翻咱也给他翻了。还有啊，还有就是丈母娘吧，她那个平时工作忙压力大，再加上现在属于那个更年期，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不能，我不能。不管怎么都说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，我该让着她还得让着她。就是你丈母娘那个脾气，那张嘴说这话来太难听了，有的时候叫人接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是。行，你看你是村长是不是？他是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他在医院里打了一辈子工，你这也没有当官的那个命，哪跟你比呀？是不是？老话不是说的吗？好男不跟女斗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您这是宰相肚里何止撑船呀？您撑的那是航空母舰呀！现在行了，行了，他走你。我知道你啥意思了，你放心，我让着他，尽量不给你添麻烦，让你两头受气啊。我奶奶跟我说过一句话，爸今天把这句话呢再告诉你，一个男人一定要好好做事，要出人头地。男人兜里没有钱，你后边的金钱骨你就立不起来啊，好好做，爸对你有信心。爸，这个你放心吧，我争取，不，我不是争取啊，我一定给咱们老王家光宗耀祖，行吧？总想着嘴儿好。行了，快去睡觉去吧，明早上上班。嗯，行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好，好吧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好嘞，早睡啊，爸。不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三个人是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谈谈了，啊，我们应该提前的啊做好一些那个应对的一些手段，啊，你说他爸爸妈妈来了以后就没有消停过，应对什么呀妈？您别跟着瞎紧张啊，我觉得我公公婆婆来了挺好的，特别是我那个婆婆，哎呦，真的是任劳任怨啊。自从进了家门以后，那就跟机器人一样，放下耙子搂扫帚，眼里太有活了。现在我家那叫一干净，一尘不染。呀，好了呀，哎，能不能不要给你婆婆脸上贴金了？你给她买的20000块钱的皮衣服呢？啊，卖掉了，卖了1000块钱，还觉得自己赚了是吧？你说20000块钱，我能请多少保姆啊？能一样吗？那保姆能把咱那儿当自己家吗？你干嘛呀你？我现在一说话，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。我就是说句公道话，我婆婆本来就挺好的嘛。妈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每天啊上班都听我们同事跟我抱怨，她有一个什么极品的婆婆、奇葩的婆婆。我觉得我能摊上这样一个婆婆，真的是不错了。就是就是就是，咱亲家母啊，那脾气性格的就是好，人也勤快，活做得也好，是吧？对。咱不谈她了，好不好？行，不谈她，那我们谈谈王有才啊。王有才爱跟家乐抢电视机看，你说这叫什么？啊，这叫精神摧残！逼着孩子，你说哎，起早贪黑的跟他搞军训，这叫什么？啊，这叫肉体惩罚！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真会想，怎么又弄出精神摧残、肉体惩罚来了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啊，我只要一想到那个王有才啊，那个对待家乐的那个样子，我就会想到周扒皮，我比周扒皮还要狠。哎呀，平心而论啊，我觉得给家乐立立规矩，
整顿那小子一下生活作风没什么不好。生活作风？你会不会说话呢？哎，我们家的生活作风怎么了？你可不能让你公公瞎折腾，我跟你说啊。哎呀，没瞎折腾，就是每天呢让家乐早点睡早点起，然后呢收拾收拾屋子，早晨起来呢做做操打打拳什么的。哎妈爸，你们是没看见呀，咱家家乐穿上那小军装别提多帅。那是肯定的。那家乐本来就是小姨夫家子嘛，他穿什么都好看。你说也真是奇怪啊，那同样的一条军裤，那个王有才啊，上面穿了一件那个白颜色的老头衫，黑黑的皮肤，那个眼睛说话瞪的那个样子，嘴巴嘛咧着，你说要有多土就有多土，你说活脱脱的就像一个特务，就是特务也是个没有文化的特务。不能说人家这样，毕竟生活环境不一样，是吧？不一样的，你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最好的环境里面，我跟你说，它还是这个样子，土。下面开始军训，立正。我不立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昨天，今天王老爷爷带着你军训，听话啊！我不听。你再来一个。我不听。你不听爷爷话，爷爷可就打你了，真生气了。打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真不敢打你啊？是。你爸上班去了，你奶奶买菜去了，屋里就咱俩，我要打你门拉着你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亲戚拉了骨胶，我还不住庄稼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着，你看着，真不信了，我真的，Thank you.
着呢，把枪放下，别刺了。救命啊！你个大外甥，有人打我！救命！救命！胆子太不像话了，他有二老爷保护我，谁也不怕。我跟你讲啊，不要动手好不好？淑华难怪派我来，就是要监督你。对孩子动不动就要动手打，这是犯法的，晓得吗？啊，哎，我们可以报警的，你侵犯他的人权了，你报吧。我教育孙子难道还得跟政府报告吗？哎呦，你这个人，你可真是，哎。可理喻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种行为在西方那真是犯法。这是东方，不管在哪里，随便打孩子那就是违法。不但警察可以管你，弄不好可以判你几年徒刑。哎，多少年呢？判你一千年。太长了。五百年。哎，那也行，千年王宝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干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不要打。哎呀，你这。你起来！我打孙子呢，我打孙子，哎，谁说你打老爷了？你是这能不打他吗？你说，这不是爷爷呢。好了，不能这样。你这个态度，难怪他像这个样子。哎，你这暴力倾向就促成了他对。又来了。爷爷，干嘛呢？哎，你不是让你孙子给吓尿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拿水枪滋的吗？这个东西吃一条线，你吃一大片。老王啊，你就这个胆量啊啊！如果不是你孙子给吓的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你可能是肾有问题啊，中医讲叫肾虚，西医讲叫前列腺疾病。哎，你赶紧换条裤子，然后我陪你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，好不好？前列腺，哎呦，高老师，哎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呗。讲啊，你说这个乐乐是跟我亲呢，还是跟你亲呢？还用问吗？看看你这个狼狈相，再看看我这个趾高气扬的样子，那肯定是跟我亲啊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你看看我孙子拿水枪刺我，刺我的屁股，你刺你的是刺你的脸，哎呀。到底跟谁亲呐？这个人疯了，好像真的疯了。不光下面有问题，上面也有问题。他刺我的脸，说明他晓得他二老爷是要脸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老王，不要不好意思啊。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，水龙头关不紧是很正常的，跑冒渗漏，常见的。哎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最好的方法可以不去医院，买个成人纸尿裤，穿上之后很舒服。你爷爷真的打你了？真的，奶奶和二老爷他们都看见了。疼不疼啊？嗯。哎，还能不能出来？你是要唱空城计啊？把我一个人干在这里啊？哎呀你！哎呀，太慢了嘛！你又不是什么小娘子，一个大老爷们换个衣服那么慢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次来主要是给你传授一点教育孩子的经验，像你刚才教育孩子那种方法，哎呦，简直让我无法容忍。我再一次提醒你，以后对孩子不要抬手就打，张口就骂。这种老的教育方式是要改一改的啊，不然的话，你这种教育方式会给孩子造成一种心理的阴影的。
像一棵树，我在你的怀抱里找幸福。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。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。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